啊？还没吃饭呢。啊，好吧。哎，玩几年那么早，吃干嘛？有吃有喝有玩的，你结婚就给人家当保姆真是。对对，这也是。我不是像人家说的日子过不下去了，找个婆家算了。我在家那么快活，我还得找人去给人家收拾，我家不行。结婚的。我对象当兵的呀。嗯。当兵的，转业的。哦。已经有男朋友是吧？嗯。还没结婚是吧？他想结婚，我不想结婚。结婚了，我就这位置结了啊。啊，好吧。当兵的是当兵的是你，是你素质好，是你素质。转业了，今年。嗯。转业了。你反正一发给包全是。不，现在的话也没啥好玩的。现在为什么？现在那个疫情，很多地方都去不了，去不了。能不能帮我修一下？我这么简单修点，因为我这个也不。